Good morning, kids！ 大家好啊！今日蟲蟲哥哥咧就想教大家串一個字，今日我想教大家串 phone。Uncle Wilson， 你講嘅 phone 係咪颱風嘅風啊？唔係，定還是係蜜蜂嘅風啊？都唔係，定還是係呢個風呢？哎呀，自大错，唔系呢个风，唔系呢个风，亦唔系呢个风，系呢个风。Uncle Wilson， 点解你嘅电话上面有啲英文字母同埋有个数目字嘅？啊哈，冇错啦，呢个就系今日我哋串 phone 电话嘅提示啦。究竟是啲乜嘢咧？阵间话你听。等等先，如果你未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记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如果有啲咩字想串，记得 comment 话俾我听。如果你中意我嘅 video， 记得 like。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电话 phone 唔系一个容易串嘅字嚟噶，因为如果你用 phonics 水平，你要先学会 ph 呢个 beginning sound， 亦即系 f sound。然之后你仲要学识。后面有个 magic E 的组合，如果你要用 phonics 去拼的话，都是有点难度的哦。那就等 Uncle Wilson 教你一个不需要用 phonics 的方法啦。Speedy spelling, let's go！ 啱啱学学虫都问到我，啱啱电话上面有英文字母，有数目字的，究竟是乜嘢呢？俾你哋睇多次，是 ph 1。点解系 ph 1啊？等我哋嚟睇下啦。睇到我哋今日嘅白板，呢个似曾相识跑步嘅肥哥哥又喺度咯。大家记唔记得呢个肥哥哥系边个咧？系咪肥肥嘅 Uncle Wilson 咧？好，呢个嘅图片咧，之前让我哋学识咗点样去串 one 数目字一，大家记得嘅就帮我一齐画翻出嚟啊！首先头是一个的 letter O， 跟住呢个肥肥的身体就是一个 letter N， 而最尾跑得很快的那只脚就是一个 letter E。咁所以 one 我哋之前已经学过噶啦，系 O N E。咁同 phone 有咩关系啊？记唔记得？一开头 Uncle Wilson 俾你哋睇过嘅嗰个嘅提示就系 ph 1。既然我哋已经有 one， 咁我哋系咪就系争 ph 咧？冇错，我哋已经串完今日我哋要学嘅 phone ph 1。你只要记得 ph 加后面嘅数目字 one。O N E， 咁就係我哋今日要學識嘅 phone 啦。